我是瑞瑞博，今天是2017年1月12日七左营站18:41，所要拍摄的是有列车通过，应该是 PP 之前129次吧，129次进入三线看往潮州的 PP 之前准备通过左营站，应该是129吧。右键没错的话，那个319一走之后就变成129。129次，只有三星看我潮州的 PP 之前啊，准备上过左营站129。各位旅客，列车即将进站，请靠近月台边。忘了来了，看他等。各位旅客，721就已经去新左营站，对，各位排队相信可完整的自走 rap。各位旅客，列车即将进站，请靠近月台边。哎真的，19次，就三天看我潮州的 PP 之前，准备通过左营站。结果，19次，就三天看我潮州的 PP 之前，准备通过左营站。什么时候到？第二九次进入三星看我曹操的 PP 之前哈，3602，应该是129，没记得错，应该是129。129次进入三星看我曹操 PP 之前哈，就会通过左营站。来来来 ，PP， 19次 PP 之前要通过左营站。刚通过是129次，进入餐厅看到潮州的 PP 之前，准备通过左营，已经通过左营站，谢谢各位观看。留下片刻完再能自首 ，Ready 不？谢谢各位观看，留下片刻完再能自首 ，Ready 不？感谢各位，谢谢。